我们中国的武术求胜之道光明磊落，我们东瀛的武士精神是不讲这一套。把这件事嫁祸给吴地门，而后让他们自相残杀。门主，云飞扬的战术来了。甲贺派的武功才是天下第一。是。飞扬，我仔细看过他的相，云飞扬死不了的。